鸡蛋真棒，要不再来？鸡蛋真棒。Peter Brand Australia Hero， 我爱你 ，Peter。Peter，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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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ter。OK， thank you， No， Peter 是最棒的。Peter 的书非常非常好， Peter 的书非常好，我们推荐给每一个人，他是真正的探险家。用中文说， Peter 的这本书是推荐给全所有的中国人的。 Peter 是一个非常好的户外探险者，南极第一人，澳洲。 Peter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探险家，耶、yeah. 澳洲第一人，我们要把它推荐给中国朋友，对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我认为这本书会对我们青年一代做出非常好的鼓励。Peter 是澳洲最好的探险家之一，他这本书在中国一定会畅销。Very good。Peter 的书很畅销。一出来，再等一个星期，真棒，书很好卖。你好，我是蔡明刚，我是国际功夫委员会执行主席。我们功夫委员会将把我的好朋友 Peter 是吧？他的这本书呢，作为我们委员会的推荐书，介绍给我们的运动员和青少年，让他们呢，学习到Peter 这种精神，克服困难，勇于战胜困难，勇于探险，勇于这个攀登高峰的这种精神。向他学习，谢谢。哎，你好 ，Peter 呢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，他在澳大利亚是一个接近于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。他从小呢身体不好，这个心脏也不好，但是他自从做了这个探险活动以后呢，身体非常强壮，而且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探险南极和北极的英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把 Peter 呢介绍给我们中国的青少年，让他们呢以 Peter 作为榜样。好好学习，借体强身，那样为我们中国的探险事业和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。Peter 的书呢是一本励志的书，所以这本书呢能够鼓励大家积极向上，战胜困难。